我们那个收入出道集团哈，其实到现在已经八年多。那当初的我们的成立是在中部，在台中。那我们的创办人是那个小哥，就是我们那个吴明晓的小哥。那其实他过去他本身也只是一个喜欢脚底按摩的一个休闲产业的一个爱好者而已。那后来就是一个因缘机会，然后就踏入了这个脚底按摩界这样。那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其实是在中部。我们手舞足蹈集团在中部叫做淳埔老，其实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品牌。那在2年前的时候，那才开始就是跨出台中展店。那在台中的时候，事实上就除了我们是休闲产业哈，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创办人其实就除了成立脚底按摩以外，啊其实他也成立了这个餐饮的部分。我们手舞足蹈的经营理念叫做把客人当朋友，好，把我们的伙伴当家人，好，那这样的理念就是说，只有我们把我们的伙伴当成是我们的家人，那所以我们才会一条心在做。那因为我们也把我们的客人当成朋友，好，所以说我们希望像待之以客以外，就像服务我们的好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做，好，那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一直秉持的这样，所以我们在在服务流程方面，好，或者在顾客体验的方面，我们都很重视每一个细节，包含每一个客户的满意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及时性的回馈给我们的师傅，给我们的服务人员，所以我们很能清楚的理解，既然是一个体验性的产业，其实重点还是客户本身他的体验的感受度。最终的目标，其实我们在台中已经未来会有一个集合的一个总部，北大而知球，那它是一个复合式的，也等合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脚底按摩、健身房、养生餐，甚至还会有胶囊旅馆。